上好啊，夏天已经来了，你们准备好怎么过了吗？我跟闺蜜们约好了，要一起。哼，计划泡汤了，本来说好要去旅游的，这下不知道去不去的成了。行行，你们俩去把烟花清空。交给你们了哈，我就先撤了。我可不是去偷懒，计划成你快乐可不能缺席。我准备把阳台打造成跟闺蜜们的约会秘密基地，这样子就算不出去，我们在家约会快乐也能继续。搞定，满载而归。不错嘛，收拾得这么干净。但是今天太累了，明天正式动工。你们说有